君君跳跳，跳跳跳跳，跳跳，三停，好，把那个跳跳跳，好，再来，越来越快了，哦，好，换第二个，好，我们跳过，跳跳跳，君君来，君君，好厉害厉害厉害，越来越快，来，一，二，三。屁股的，对，没错，好，答对了，对了，接下来要跳的，那来了，老师有说要拿那个吗？是，没有，起来啊，起来，卡住吗？对啊，加油，对，加油，加油，对，慢慢往后，我们也要跟上，慢慢往后，对，对，你自己来了，加油，好，坐坐坐，屁股，三，好的，跳过去，跳过去，手手放开，不要，用力，用力，用力。没有啊，都来了，加油，加油，快爬！好，爬爬，弟弟，哦，看着你越玩越棒了哎！哇，好，你先拿回来啊！爬爬，把我放回去哦，弟弟，来了，爬爬，你要自己爬。现在是什么？等一下，我们会玩这个，他们说是半圆形，开始，这个是半圆形。好，屁股转，屁股转。可以跳比长颈鹿高吗？那你要，你先拿着章鱼就好，那你快点拿着。我先抓着它就好了。短一短一短一，跳跳跳。好，下去。好，来，慢慢来，我们准备把章鱼哥带走了。好嘞，开始吧，章鱼哥说：“请带我出去玩吧。”哇，粉红色的章鱼哥哎。哦，章鱼哥，哇，那你那弟弟好厉害哎。还要把它转转，快点哦，我来救球球了。好了啦。